一直听厦门当地朋友提及这家店是老厦门的古早风味，经营了几十年，一直是间小小的店面，人气也一直很旺。老司机沙茶烤肉来厦门后，当地居民才晓得还有这种口味的烤肉。所谓沙茶烤肉，就是沾酱是用沙茶酱，沙茶酱沾蔬菜，蘸烤肉，沾面包，味道浓郁，一段时间不吃就很怀念。烤肉、烤鱿鱼、沙茶面、烤肉、烤面包、烤鸡腿等等，食材各式各样，而且新鲜味美，独特的烤肉吃饭也是当地的一大特色，路过的朋友不能错过。